功德够的人，他分别心也少。这就为什么我们从功德利他之心开始，利他的时候逐渐累积，可能开始你也不认为做这个善有什么功德，但累积累积，这个人就越来越无私。多做利他之行的人，会越来越无我无私，就是别的就是开始不太在意自己的角色了。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可在意别人的理解跟回报。后来慢慢就无所谓了，我就是这种品质了，不是这种行为了，就是说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件事，你就是那样的人，人家来了你就要做，人家来了你就要利他，哎，就是说善就是你的品质的流露了，已经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功德的层面了，不刻意的做功德了，你自然的每时每刻都在做功德，一旦成为你的品质，就进入无为法的范畴，不是有意的做善行，善就是你的品质。当你进入这种等级的时候，你意识层面从早到晚每一个念头都是为别人在想，24小时你都没有一分一秒能想到自己，就是说你要进入这种状态，这就是修炼菩提心啊，就是从心念开始，只要你不求理解不求回报，自然的就到达。而这种菩提心一旦拥有，在你修正中如虎添翼，你刹那之间你都没有自我的意识，所以在禅定进入，不管是进入忘我还是定态，这都会成为你的最大的一个保护伞，就是突破所有的障碍都是靠这个菩提心。没有这一点，你禅定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幻境，那些幻境一旦出现，你一旦觉得要自私自我的东西升起，那些幻境就成为障碍。因为你到禅定里边你是忘我的，你他一切意识都是自然的流出来的，你那个时候已经想不到说你没有人世间的这些算计了，已经它都是自然的突然就生出来的。其实我们在突破的是出三界的每一个围城啊，你在修正的过程中你要解脱的每一个围城，其实你认为它是光，或者其实都是神明，你生生世世阅读在那儿，每一个念头在利他的时候他们会感应到的，知道那些障碍马上就解除了，所有的孽缘就化解了，所有的孽缘一层一层都是靠菩提心化解的，就是利他的那种心意识化解的，没有这个你都不知道你卡在哪个地方。而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中学的，不是在坐垫上学会的。有的人生生世世天生就具备这种心态，他不是训练出来的。密宗经常叫菩提心未丢，就是菩提心不失啊。果位上的人菩提心不失，就是说他从小他就具备这种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想别人，就算你再痛再苦再累，你心里再不舒服，包括你的情感包括什么，当你面对那个人的时候，面对那个境的时候，你是想到他的角色，哦，他怎么不开心，为什么，你不会想刚才你还自己不开心，就是说每时每刻刹那之间一对劲就想着对方，一对劲就想着对方，这个是成就最快的。如果你拥有这种心，在修正中无往而不胜，没有什么突不破的，所以的能量也可以消耗掉，没有问题，就是说只要有东西进来你也能够承担得起，这是必须有的，这个法门别的法门取代不了，这是必须具备。其实我每天在讲菩提，这个也讲了很多次了，只是我们不修一段时间你是听不进去的，当你讲了200次的时候，可能第210次你才能听进去这个法门，你不知道它多重要，在你整个的修正之中多么的重要，一个利他之心非常重要。刚开始你不是说不在意自己，你也有习气，我们习气欲望可以有，不是说一开始你就断戒了，当你培养这种菩萨的品质的时候，你就多关注别人的哎一切，就像一个父母对孩子一样，你做爸爸妈妈的再苦再累，孩子那么小，你怎么能忍心对他说呢，就说你苦也罢累也罢你自己承担起来好了，是吧，但面对孩子的时候你始终关注的是孩子的健康，孩子的学习，孩子的吃住行，你不能说老爸今天还没吃饭呢，我今天赚钱给你交学费多辛苦啊，怎么怎么，你聊他也不懂，是不是，就说你培养那种就像对孩子那种爱的话，对每个人的话就很容易，就是修正的过程就是一个担当的过程，先担当起来，那些先把自己的那些喜怒哀乐担当起来，自己的那些不舒服啊，那种愤怒啊，嗔恨啊，嫉妒，所有的东西先担当起来，先放在一边。